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课题是如何在禅修中发挥平常的力量。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如果说我们看到禅修者就是没办法精进，或者就是不是没办法精进，就是不想精进，那我没办法。这个我们一个人如果不精进，那什么功夫什么善巧，基本上用不上。但是如果又有精进心，却还是用不上功夫，这个是我们通常着重要克服的，这个很可惜。懒惰是最难克服的，懒惰呢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要吃一点苦头吧，生命的苦头吧。有些人要苦到临头才会思考生命的事，平时就是得过且过，想也不想。所以有些时候要激发一个人精进是一个很难的事，他不觉得重要，他也觉得现在日子还过得很好，他不觉得需要为什么未来的事去探索或者奋斗，那我们谈不上。谈不上什么善巧啊，怎么克服这个克服那个没用。通常呢，就是要给他苦啊，有些时候是这样。当然，如果能够给他看到一些生命的真相，如果能激发，那就好。但很多人看到生命的真相也是，那心就是好像得过且过，所以就在掉在悬崖边呢。他们有一个图，老鼠在咬那个绳子，绳子都要断了。你不去想怎么去活命，还是在刀锋上的那个蜜糖想去舔一舔，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在生死轮回里面，很多众生的问题是这个，那个我们帮不上太多忙，有些时候只能靠生命的真相去教育。好，但是对于我们大家都会出家，都放下了那么多，放下来修行修法，这个时候呢，很多都是很想努力的，很想精进的，但是这个时候又出现另一种问题了，什么呢？比如说在修行的时候，患得患舍，有没有？什么叫患得患舍？患得患舍就是，已经又觉得，哎呀，禅相很靠近了，哦，来来来，追追追，一追又跑掉了，这是患得患舍，有没有？患得患舍。你们记得师父以前给的那个古老的比喻是什么？记得吧？我们讲是，每次讲不要跟禅相，你一追它就没有了。跳印度啊，然后记得啊，这个比喻永远忘不了啊。跳印度，你们有没有看过印度戏？没有看过？印度人很可爱的，同样的一个剧本呢，可以百看不厌。你看那个跳印度是常跳的，那个男生就去追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在树林中或者是在哪里就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追得好累了。然后呢，闪过来闪过去，好奇怪咯。每一出印度戏一定有印度舞的，没有印度舞呢，那就不是印度戏。而且都是千篇一律，都是那样的故事，闪过来，闪过来，然后过那个男的，算了算了，你要追，我累了，我不要追了，躺下坐下来，那个女的就跑来抱他了，这么叫他跳印度舞，然后你们呢，很多禅修者就是跟你的呼吸跳印度舞，跟你的禅相跳印度舞，你追了，我要追这个禅相，来来了，患得患舍也没有了，你一追他就没有了。但是你不追他又来了，一来了你又追他又没有了，
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啊，因为你违背了三项升起的科学原理。三项升起的科学原理是什么？是定力，是心有定。你把你的法的因做好了，你把你的本分做好了，结果自己找你，是不是？就像你种芒果树，种什么果树都好，施肥浇水照顾好它，果怎么结就怎么结了。你去追那个果有用吗？你求那个树给你结果有用吗？没有用。求不会求出结果，老老实实在因上下功夫那才对，对吧？嗯，我们现代人的那种错误的自见，嗯，追求不谋因，不在因上下功夫去追求果的这种自见，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产生的？啊，听太多爱情歌曲，怎么样？有没有？我以前我那个年代，我不知道现在现代的人唱什么歌。我们那个年代，凤飞飞的年代，邓丽君的年代，啊，凤飞飞有一首很出名的歌，叫什么歌？好好爱我，有没有？嗯，叫人家好好爱我，好好爱我，求你拜托我，拜拜，你好好爱我，你都不让你自己可爱，你要人家爱你，对吧？嗯，你都不让你自己的心清净，不让你自己的心舍掉贪求。不让你的心专注，老老实实在做功课。这个东西你不老老实实做，你去求禅向你来吧，禅向你来吧，求不到的。是自然界的因果法则就是如此，你因做对了果就来，因没做对你去求吧，没用的。所以聪明有智慧的人，有因懂因果的人是不会去追求的，不会追求人家尊重你，追求人家对怎么优先对待你，没有的。你就一直付出，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不会患得患失。患得患失的人呢，你看他的迷，当他迷失去追禅相的时候，好忘了禅相的升起是因为你的心清净，你的心专注，你的心有培养起定力，禅相就升起了。你的心不受外境干扰，守护着你的本分，禅相就升起了。结果禅相一升起，因为你做对而升起。但是一升起好的东西，你马上就做错了，马上就忘掉你的因去追那个果，又没有了，因为你的因错了。那个禅相升起是因为你的因做对，但是你一看到那个果，你马上一追，因就马上就丢掉了。你丢掉了你的因，你的果会有吗？很简单的道理。就像2008年，有个女孩，她妈妈带她来见我，一样的道理，一模一样的道理。师父把我男朋友找回来，原来师父可以帮人家找男朋友的，太奇怪，以为师父会施法术，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着他，人是长得还可以啊，还可以，但是那种类人儿的样子一点就不可爱。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我给他一点暗示，你只要你可爱，人家就爱你；你不可爱，人家就不爱你，对吧？很简单。就是只有菩萨啊，像我们的善法大长老啊，法奥禅师啊，啊，他爱我们呢，就是只要我们善良就爱我们了啊。其实你恶他也爱你，就是希望你要好，帮着你改善。只有阿罗汉啊、佛啊，因为他们彻底无我了，所以他不会从自我出发去爱人，他爱人是因为法，因为这是善好的美德，因为这个就是殊胜的，会带来好的结果的，对的事。所以他就爱人，他的慈悲是这样的，无条件的。世间的本来就没有这种事，就是。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我暗示他一点点，我知道这个人你不可能叫他来出家嘛，对不对？暗示他一点点。如果他今天能听到我这个讲座，可能他还好一点；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其实有时候我常常讲，我是希望那个对象。有一点会听到我在讲说，我知道我在讲他，那醒一醒就好。这一类的人他是不可能出家的，还能够活得好好就好了，别那么惨啊。然后呢，我就暗示他，我说，其实男生会喜欢一个女生都是因为你可爱。你告诉你，他不可能这么伟大，
伟大的呢，他就不谈恋爱了，伟大的就做菩萨去了，成佛去了，你知道？他肯定没那么伟大，会谈爱、谈恋爱的人都不伟大，伟大的人不会谈恋爱，我告诉你，因为那个基本上就是一种交换。嗯，真正的慈悲是一厢情愿的，你这样我也对你好，你那样我也对你好，那才是真正的慈悲，无是从无我出发的。世上的爱情哪有这种事，所以不要有幻想。然后呢，然后就给暗示他，意思说我说你要把自己做好一点，让自己可爱一点，让自己那别这样子天天在负面的情绪中。他说师父，你只要把我男朋友找回来，让他只要他再回到我的身边，我就一切恢复正常，我又像以前一样可爱。因果倒颠倒，因果颠倒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后来讲不听他，可能他，而且我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在讲他科学原理，对吧？我不可能教你去谈恋爱，我不可能教人家恋爱经，我不可能，我只是讲因果法则。我们出家人不可以教人家怎么谈恋爱，绝对不可以啊，让人家和好，这不是我们的事，这个犯戒的啊，你们小心一点。啊，人家要分人家什么，我们不能讲，我们只能讲啊，因果因果，这样就好了。我们不可以去把人家去做媒人，把人家拉合，这个不是我们能做的，犯戒的，上个地世上，我们只能够讲因果。所以，我们只是刚才讲一些因果现象，但是，因果颠倒。所以这种情形就是患得患失，患得患失。我们修行的时候，人真就是同样的原理，因为你在世俗生活中已经习惯被洗脑了，你听的歌都是叫你追求果果果，多少歌是叫人家付出的，很少的，所以我在中国讲法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哪有，你看哪有，所有的爱情歌曲千篇一律都是这样。当然就有人跟我讲，师父有例外，有一首歌叫什么歌，我不懂啊，我们是那个时代，是新时代的东西，我们好像他们讲叫做什么，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是不是有这样的歌，是吧？中国人中国年轻新时代的人啊，我们那年好像是这样子的一首歌的呀，刚出家的比较懂啊，因为他们这个应该是我们出家久了的就没有听过这些东西有一种爱是吧，叫做放手，是吧？好听吗那首歌？还可以啦，还可以啦，对呀、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还好啦，这个可能是不是菩萨写的我不知道。多数人是不会这样子的，都是叫你要要要，但你当你要的时候，你的因错了，对吧？你追求禅相，你一要贪一升起，当下就不是正精进。当你不是正精进，完了，禅相飞走了，对不对？有没有？很肯定的啊，因为你违背了他的因果法则，你违背禅相升起的因果法则。所以呢，学聪明一点，不要患得患失，不要迷失妄因，好。然后呢，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问题，我们要用佛陀的方法论来修行的。方法论是什么？苦集灭道。苦是问题，集是问题的原因，苦的原因是集。灭是我们要达到的理想，我们要的问题熄灭就是我们的理想。道就是朝往理想的方法。基本上这两套因果。问题的因果跟理想的因果，问题的因果跟理想的因果，那我们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要找到了问题，一定要找它的因，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要找我们的目标，可实现的目标，你不可以立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然后呢，为了你的目标，你的因要做对，因要做对，这样好。所以呢，现在你要知道你的因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患得患失，为什么你太贪那个结果而一而再的忘掉丢失你当下的因，是什么原因，来讲讲看啊，还不错，不是我在想，如果是答不出要揍的，揍的，
跟人食物那么多年，这基本的原因逃不掉的。还有呢？谁？啊，贪嗔痴取都一样，都一样。还有贪嗔取，还有呢？啊？嗔，你有嗔恨你的禅相吗？至少这个还没有了。都是同一类。还有什么？一个最根本的，最根本的，你为什么有贪？啊，都是，因为你的我，真的，因为我们有那个我的，才会贪的。当我们我的时候，你看了、就很紧张了。以前我们去参加演讲比赛，哇，超级紧张的，站到台上就会发抖，哇，就一定要背到滚瓜烂熟。那结果上台讲，念完了下台的时候，刚才我讲什么都不是很记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演讲比赛太紧张了，为了要得奖。那个我，你知道，我有三次表现特别差，就是我在别的地方还可以拿奖，那个场面最大的场面，我没有拿奖，总是连安慰奖都拿不到。别的地方我演讲还可以拿第一名，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一，人很多，场面多；第二，那是女校，你知道吗？因为那是女校，你知道吗？我们很那个是年龄的年轻人，就是很在乎在女生面前要好好表现，你知道吗？哎呀，希望拿奖，很在乎。同一个学校，我三次失败，拿不到奖。为什么？紧张啊，因为紧张的话就又怕得不到奖，哎呀，就压力很大，是不是？现在哪有？我们现在讲法就没有了，因为我抓到他的窍诀。我们之所以会怯场、会紧张，是因为我们有个我，我们太在乎这个我，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看我。天天好像整个世界围绕着我，哪有？有时候想都不想你是什么，对吧？真的有些时候有些例子，师父你是不是什么？师父你是不是在耳朵边讲话？哇，师父你用神通要教我打坐？我说有吗？真的，你太高估自己了，你知道吗？你天天以为师父有时间想你，没时间。而且有些人，我连他、我们在微信上的那种火，他们放的那种网名，可能我见过你，可能我没见过你，但是我都不记得了，也没有去理他都，对吧？你太看重自己了，哎呀，师父这样啊，没有啦，师父也没有这个功夫。他们直接我告诉我没有这个能力在你耳朵边讲话。如果有人你听到吉祥尊者在你耳朵边讲话，你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啊！我直接告诉你们，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哎呀，就算有这个能力也没那么闲，对吧？你要问你是老几，师父天天在你耳朵边讲话，快，是不是啊？别想。但是你有一个自我，我看很多自我总是因为这个世界围绕着我，别人好像每个人的眼睛在盯着我，哪有？没有人家得空，每个人都看自己，没有人家得空。所以当我们，你看现在为什么师父在讲法的时候根本就不会紧张，不管什么场面基本上不会紧张，因为我们就忘掉自己了。有两种方法忘掉自己，一种是你完全投入。我记得我在大学我们那个模拟法庭的时候，一开始有点紧张，因为那个英国的那个律师在演那个法官的角色，英国请来的哦，他看着我们辩论的哦，哇，然后有点紧张。他说不行，投入，一投入的时候忘掉紧张啊，这是一种忘我的境界。为了投入，已经因为你来我往，已经没有时间给你紧张了，因为你的对手很强，对手很强，你来我往，你来我往，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变个赢，所以已经忘了自己，这时候就不紧张啊，其实是忘我啊，但是不是无我？无我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们也不想自己了。想的是我的听众，我关心的是我要讲些什么东西给你们，帮到你们，这个讲座完了过后你们会怎么会更好。当我的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我的心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哪还有紧张？没有了，是不是丢脸吗？是不是你们觉得很丢脸的是我们已经没什么好丢脸，就是故事而已，也是讲自己的故事，人家就在15年奇怪了，你不觉得丢脸吗？丢什么脸？就是故事而已吧，是不是？人失恋能够很丢脸吗？没什么丢脸。
受点委屈，我们的故事如果能够教育别人，是不是能够提醒别人，那个就是我们的，也是一个做功德的机会。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无心空掉的时候，也没有这种多多自我的念头，天天想着得和失，你就根本就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真的，你一直想着自己的得失，你是发挥不出来的，你有才干也发挥不出来的，你太紧张了，你知道吗？要看一个人我大不大，你就给他面对大众给他讲话，其实很自然的，你就是有多少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如实的展现，你看到我的缺点就缺点吗，就是就这样吧。反正这样，你当你很自然的发挥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啊，法的力量啊等等，反正那已经是最好的了。但是当你一个自我啊，我别人怎么看我，我得我是我几次上禅啊，我上禅我不上禅，完了我上禅了，我整个局面就改变了，哇，人家就尊重我了啊。你看你想太多了，只想进化就没事了，对不对？别人尊重不尊重那是他的事，是他的需要，不是我的需要。我们人有被人家尊重的需要，那就是一个弱点。人家尊重是他的需要啊，如果他尊重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尊重一个好的法好的美德，他会好。不是我们要有所得失，不是啊。当你的我放掉的时候，你不为个人得失的时候，非以其无私呀，故能成其实，道德经讲的。但是他那个雅是用古字，古时候那个雅用邪，非以其无私邪。看我这么无私邪，为什么会邪门的呢？后来他们那个古文他们解释，这个是雅的意思，古时候用邪。现在我们的那个口一个牙，其实古文的时候它是一个牙齿一个耳朵啊，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实。非以其无私呀，因为你无私反而成其实，因为你无我了，你更能够发挥出你的力量。所以呢，反而你没有刻意为你自己，反而你为你自己做了最好的事，看到没有？不管是学生考试啊、演讲啊，我们要帮助别人啊，我们要说法啊，或者我们要修行啊，都是如此。因为你忘我或者无我，你就无助。因为你无助，你的身心才好。不执着的身心，我们不执着的努力，不执着的付出，不执着的奋斗，不贪求自己得到什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一个我是一个因素，贪求执取我都有，却还有一个是却因果自见。因为你没有因果自见，你才会这样子，哎呀，贪求这个贪求这个。你知道你有因果自见，你别管了，好的结果来也好，不来也好，别人怎么对待你都不重要了，我就是无条件的付出，无条件的奉献，不贪求我得失，该是的就是，因果不会少你的，因果不会因为你说啊，我不贪求结果而不给你结果，不会的。你不贪求，但是只要你的因足够，而且因成熟了，因缘成熟了，果就来了，就这么简单，没有吧？所以你有因果之见的人，你就不会患得患失啊，迷失啊，忘了你的因而不会。还有一种是思想的局限，你在心里想，哎，我能吗？我不能吗？我能吗？我不能吗？因为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自我上，当你的功德成熟的时候，你就对自己很有信心，我行，我可以，因为我要的我都得到。自信是很脆弱的，我们佛教没有教你培养自信，佛教叫你培养信心， self confidence and confidence do things。 自信是 self confidence， 信心是 confidence。 佛陀没有讲阿达萨达，没有萨达，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因为自然界的法则，自然界的法则就是可以正果，就是可以体证涅槃，就是有因果，所以我就老老实实做因就好了吧。如果你是自信，那么
当你表现好的时候，你对自己很有信心；表现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惨了惨了，我不行。你看我努力了那么久，我还是没有得到的结果，你就没有信心了。思想的局限。你如果是对因果、对自然界的法则有信心，那么呢，是不是这样子的？哦，你也不用去想我能吗？我不能吗？不去想这个，你只想我做在因上下功夫，在因上下功夫。好，那现在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这个讲座在禅修中，我们要怎样才叫做发挥平常的力量？平常的力量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自己障碍自己了，不要患得患失，不要这样子搞，正常的正精进，正常的努力，这已经是最有效力的奋斗。没有叫你要做出超人的好人，你有超人的波罗蜜就是超人，如果你没有包人超人的波罗蜜，你怎么做超人？像悉达多太子他是超人、我们是普通人，只要能够发挥出正精进就好了，你不需要要求你一世成佛，没有。但是我们不需要给自己障碍啊，多数的人是一直在给自己障碍，太多复杂的心理弄到自己不能发挥平常的力量，这个是师父觉得非常可惜的一点。如果你本来就不是这个材料，那你发挥不出来那有什么？但是我们觉得可惜的是，在师父眼中很多人都是很有潜质的，你们的潜质不止如此，这是我觉得可惜的一点。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也是建立在自信，然后那自信是很脆弱的，你应该建立在对自然界法则的信心。自然界有因果，让我做因做对了，就果不管这一次不成熟也没关系，它总会成熟，对吧？那你就努力就好了吗？但是这个讲不听的、很多时候弟子总是自信，总是喜欢感觉良好，有自信的时候感觉特别好，会让你感觉特别好的因素也会让你感觉特别差，对不对？因为这个特别好的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但是很多人还是要一直巩固自己的自我，让自己感觉良好，像吸麻啡这样，或者是鸦片这样，对吧？麻醉自己，给自己感觉良好。所以当我看到我的弟子们，哇，每次很高兴师父我表现很好，哇，感觉良好的时候给我报告的时候，我就等着看你哭而已。一定的会这样子讲话的弟子，会这样子因为自我的表现良表现很好而自己飘飘干干沾沾自喜的那样这样的弟子，你准备等着看，他现在感觉良好，他现在开心，就是准备下一刻不开心了，就是准备表现不好的时候又患得又苦了。这些都是没有依教奉行的弟子。依教奉行的弟子就是成也是法，败也是非法，拜拜，因缘而已，你用不着自己飘飘然。做得好，你该随喜这个善法，高兴，这还不是自我。做不好，那也就是因缘不具足，就这样而已，不是一个我在得，我在失。要这样子训练自己，不要走两步退一步，那你要学到几时？有些人是走一步退两步，那更惨。走两步退一步根本就不是效率，不需要这个自我。师父觉得最可惜的是什么？眼巴巴看着大家都是材料。所以啊，你不要有思想的局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来自我们的贪求、我们的执取、我们的自我、我们缺乏因果自见、我们思想的局限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的东西可实现吗？第一，在修行我们不能够说要那个什么果，我们只能够要求自己能够终极你的因。什么叫终极？英文叫 optimize， 就是在平衡的状态下我发挥到顶峰，发挥到最好，不是极端的我要发挥到最好结果呢把自己健康搞坏啊，然后生命很不平衡啊，不是这样子的。终极是 optimize， 在平衡的时候整体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啊，那个叫终极，这是我师父创造的一个名词了哈，字典找不到的了哈。中间的中，极点的极，因为我要翻译那个英文 optimize 翻译不到，因为发挥到最大最大化那个是 maximize，
但是 maximize 不够好，因为有时候你这个做得好，别的地方做不好啊。所以我们讲 optimize 英文的终极就是说在平衡的状态下做得最好，第一点。第二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快乐的营营，快乐的高效的修行，看到吗？我们的理想期盼都是因，都是在因上做的最好。我们的理想不是什么果，我们的理想是要在因上做的最好，就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了，对得起法了，我已经做的最好了。这一生成也好不成也好，我已经做的最好了，对吧？人生还有什么可求？我们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做的最好，那就是最有价值的。就像你们有时常常会讲，哎呀，师父，我要结果结果，这是没有智慧的行为。修行人，我们能够为自己做到最好的奋斗，最好的因，那已经是最好了。结果有什么呢？就是因缘带给自己的，对吧？因为我们要得到什么结果，它不是你蛮横就可以的，你知道吗？不是我强求就可以的，你知道吗？它还有种种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还有那个我们宿世因缘，我们的波罗蜜的积累等等等等，真的啊，种种因素集合，我们的结果才产生的，不是你蛮横就可以的。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我能力范围能够把握的地方我做的最好啊，这是我能把握的因，我做的最好，然后就问心无愧，不贪求，无挂碍，这就是无住生心，不执着的奋斗。这是像佛陀讲的，如来教法，众生受法如来是如此，众生不受法如来也是如此，在于我们南传经理是这样讲，这就是无住生心，我没有执着，佛陀是没有执着，他做他付出他教学他奋斗，但是弟子有谁要下地狱，谁要造恶业，他管得着吗？他管不着，他能做的是导师的任务，付出最好，没有挂碍了。真的，所以一样的师父教学也是一样，对吧？弟子天天有问题，师父天天快乐，也不因为弟子有问题不快乐，你有问题是你有问题，我尽力帮你，全心全意为你，掏心掏肺，但是呢你还是得不到好的东西，那就 What can I say? 我能说什么？对啊，所以我们的理想是在因上做的最好，终极因，快乐营因，快乐的高效修行，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理想不是什么果，我们的理想是做最好的奋斗，最好的因，这就是我们的理想。修行人的理想，果让他来吧，当然希望果，但是果是不可求的，就是果是不可求。好，那么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果，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理想，不是那个修行的成果，是这个快乐的营因，终极我们的营能够有效的奋斗，有能够正精进，这就是我们要的果。你这样子来理解，我们要的果不是那个修行的什么成果，我们要的果就是我能够在因上下最好的功夫，这就是我要达到的结果，达到了一个修行的态度，一个方式，就是我要的结果。至于那个后面那个禅定啊、禅啊、道果，那个结果我们不可求，那个结果是因缘具足自然产生，我们的是我能够把握的那个因缘把握好，我为它付出，为它酝酿，结果怎么样？不可求啊，这样子的态度。好，那怎样达到这个果？这个果是在因上作对，就是果。那怎样达到这个果？第一，你要认清你每一次当你的心态远离了正精进，你在贪求了，你在因上做错了，你只要认清你就是解决，认清就是解决。我告诉你为什么，心的自然法则决定，认清就是解决，因为这个认清是一种正念，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就是有做有智慧的对待他的方式，有智慧的注意他的方式，那叫如理作意。所有的如理作意，你只要是如理作意，你一定会对升起善的因，一定是善因，一定是这样，百分之百。因为不善因，只有不如理作意才有不善因，所以我们要的是善因，对不对？那我们只要认清，其实我们每一次认清，就新的心路过程就产生，
智慧正念的心路过程就产生，如理作意的那种心路过程就产生。所以我们都知道烦恼心跟智慧心是不能同时存在，所以你一认清你自己有贪求的时候，有自我，我很大的时候，智慧心升起了，其实这个已经中断了，它已经不再产生，不善法已经不再产生重复缘，它不产生重复缘的力量。那么呢，我这个知道的心它是善心来的，你一直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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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一连续，善心产生重复缘的效果，不善心摄去重复缘的力量，你已经是在解决问题了。所以师父每次跟你们讲，如果你的正念够，每一次问题升起，烦恼升起，不超过三秒钟啊，不错了，不错，很好了，没有放纵啊。我们要求的是更严格的要求，是不超过一秒钟。你一知道你的烦恼一升起，它已经没有了，它一升起就没有了，一升起就没有了，看到没有啊？认清就是解决，超过三秒钟基本上有放纵，烦恼超过三秒钟一定有放纵啊。为什么放纵？有没有放松？有没有放松？啊，没有你醒觉，你一直训练专注呼吸，一直保持行住坐卧的保持正念的时候，心一跑偏，一秒两秒就知道了的，啊，不会那么迟钝的，不会超过三秒的，超过三秒是有点钝的，或者有点放纵的成分，看着它，认清就解决，啊，当然有时候还加强自己的如理作意，比如说加强因果知见和因果信心。那就知道不要在果上强求，在因上下功夫。然后接下来务实，你建立一个务实的心态，什么东西都要做最有效率的奋斗，不要在那边纠缠个没完，在那边的那个不相关的事情上，反正都不能改变的事，对吧，你去纠缠不能掌控的，你知道禅相试到几次你就知道了，你被他骗了几次过后，你跟他跳印度舞跳了几次过后，你就基本上就是以及知道追禅相没有结果，把你自己做好，你的定力做好，你的清净心做好，他会来啊。当他来得很自己贴，然后自己投入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啊，你很熟练过后，随时可以入定自在，要进就进，很熟练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可以学会掌控它，因为那个时候你掌控它是你的能力范围内，你要进就进，要入就入，要投入就投入啊，那个时候呢就自然了。但是在你第一次还没有体验禅定之前，你就操纵控制，那你死不死一定是很惨的，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患得患失的心升起。但是当你已经很多资粮了，积累了很多入定的经验过后，你告诉自己我要导向入定，就导向入定啊，这样因为那个时候资源已经在你手里了，你随时要就有，因为它是你身边的资源，对吧？像一个赚到很多钱的人，他要拿钱的随时 要买什么就拿了就买了，很简单。但是那个没有钱的人，他就要得到那个钱苦苦去追求，谈到一个严重的时候去偷去抢去骗啊，他就问你，明白吗？当你的因做对，你积累这么多因，你随时要用哪一个因就可以用，他完全在你的手里把握，那个就不叫贪求。你需要贪求吗？你的钱你需要贪求吗？不需要。你有的资源，你有的那个熟练度，入定的熟练，你需要贪求吗？不需要，你随时要就可以。因为什么？你有了那个掌握。但是你还没有掌握之前，你学人家这样子啊，你就是贪求，明白吗？啊，没钱的人去追那个钱，他就是贪求。你有钱的人，你用钱是，你就是老板，你就是主人，你是那个钱的主人，你用的时候就轻轻松松就用了，看到吗？它的原理是一样的。而如果你已经入定几次，很多时候熟练了，然后你只要导向入定，它就入定，导向入定就入定，这个叫入定自在。禅相准备好了，导向入它就入，导向入一想入就入，随心所欲，这就入定自在。你一想要入，那一秒钟就入了，一想入那一秒，下一秒再根本都不到一秒，一刹那就入了啊，那个就是入定自在。哦，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以前，给自己一个傻傻笨笨的入定，就是说你没有要，没有贪求，没有要也没有不要，没有抓取也没有抗拒，你只是看着那个光，它自己把你吸进去，
投入，嗯，明白吧？啊，就投入一次两次，以后熟练了，你就可以开始掌控它，因为你这些经验已经成了你的资粮，你要用就用啊，没有人说你不可以随心所欲用你的资粮，但是在你没有那个资粮之前，你要积累那个资粮，你不要苦求没有结果。好，所以要知道做最有效的奋斗就好了，不要贪求，不是，然后也要摆脱思想的局限，告诉自己我不能，我不能，我要时间，不需要时间，真诚是当下的事，只要我们当下觉醒，当下要安住在善法，你只需要百分之百的真诚，你就一定做得到。当我们还拖拖拉拉要时间，通常就是我们的心的真诚度还不够，真诚度很够的人，他放掉一个烦恼是一想放就放的，是我们的真诚不够啊，我们对法不够真诚，然后一真诚一醒觉想放就放啊，那个就是马上就可以放，没有那么难，所以一秒钟啊，但是认知要先建立起来。如果你给自己借口，哎呀可以吧，没关系吧，再享受一下吧，然后娱乐吧，还是再生气一点没关系，反正也不是菩萨。然后我亲自听过一个人是这样，我呀他是大老板你知道吗，啊拿他的言语得罪他，他讲我 I want to give them a piece of my mind。英文讲 give you a piece of my mind 就是我给你我心的一小片，这个是言语，我给你 I give a piece of my mind， 我给你我心的一小片，你们听不懂啊，不知道要你是不是要把你的脑袋切开一片切片，不是这个意思，当英语我们讲 give you a piece of my mind， 我 I want to give you I give you a piece of my mind， 我要给你我心里的一小片，其实就是说我要给你领教一下我是怎么想，给你知道一下我的职位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就讲我 because I'm not a Bodhisattva， 我那个大老板讲我不是菩萨，我就是要教训教训他，我 I give a gift 啊。那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怎么克服嗔恨？你已经告诉自己，反正我就是老板，我员工也不能对我怎么样，我要怎么你可以给他 piece of your mind， 但是不需要生气，你可以给他一个教训一个教诫，但你不需要生气，嗯，如果你觉得生气有理啊，那就完了。就像拿破仑他生气是手段啊，拿破仑他叫人家来签合约的时候啊，那些使者他会大发雷霆，哇拍桌子啊，什么我干掉你，我把你处理掉，什么我吓到人家怕到半死，乖乖的跟他签合约，嗯，签那种不平等条约。拿破仑他的嗔恨心，他生气成他的手段，这样的人都不长命。你看像拿破仑啊 Alexander the Great 啊，亚历山大啊，那个都短命的，他已经把他生命的能量逼到极点，这一类的人都不会长命的。嗯，那比如说李小龙也是长命不了的，因为你把力量逼到极点是招凶的，从人体的气理来讲是凶险的，因为你是一直在逼逼逼蹭蹭蹭，里面是虚掉了的，虚掉了，你知道这一类的人呢，你看他的眼神招凶露凶，而且没有练神，没有练标准的是有神有练啊，那样的人可以活得长久，比较长命。一个人他那个眼神露在外，没有一点练内练的力量，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不是很好，凶相啊。但有些人会改，我们亲自见识过一个有凶相的那个眼神，后来还得了癌症，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领袖了，不想讲他的名字，他眼睛很凶相，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凶相，我爸就讲这个人呢，这个人迟早你看他早凶。后来他得了心脏病，动了心脏手术过后，他的言辞就不一样了，又柔和了，柔和，命格就改掉了，命就改掉了，人是这样的，他一招凶他就麻烦，收敛，眼神收敛跟精神收敛有关系的，你知道
他眼睛瞪人像的着凶那种啊，那种人基本上活不久，你等着看，你可以观察，是这样子的。一个对的，他心有收敛，他里面不会干掉，他都不会蹭到他干掉，是这样子的，所以是这样，这个是有科学原理的啊，这个不是似乎不是讲迷信的东西，是科学原理的，这是我们的人的气理，知道吗？人的气理。好，所以呢，你要建立起正确的知见啊，建立正确的知见，然后知道这个是要做摆脱这种思想极限啊，什么就是自己好好的付出，好好的付出，不强求，付出不强求，付出不强求，做最有效率的奋斗。只要是正精进，随喜自己的正精进，不要天天为了没有得到那个禅相啊，没有得到禅定啊，他没有得到道果了，这边苦恼没用，正精进就已经是最好了，生命中最好。然后平平常常的努力，不要患得患失。你有多少你平这个平常并不是说不冷不热不拼，拼是要拼的，你知道吗？我们讲的平常是不要给自己这些，你知道吗？自己加给自己这种紧张啊、压力啦、患得患失啦啊，不要这种，不要这种复杂的心情。就是你有多少你就付出，有多少精进能够正精进你就付出啊，不要这种不正常的东西，自然它就是最有效率的了。正精进就是我们要的成果。每一步的正精进你都要认可它，直到你在清净，这就好了，好吧？ OK， 好，今天讲座到这里，大家有谁要发问的？线上有谁要发问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放下是舍吗？是，就是你平，但是舍通常人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中文的这个舍，在巴利文里面也是我们用来翻译施舍的舍，也叫舍 Jaga Nusati Jaga Jaga 是很大的慷慨，就是很能够给出去，跟 Dana 有点靠近，但是它更多指的是这种心境，这个有很多解释了，Jaga 很多解释， Jaga 跟 Dana 就是一种大施舍，也是一种舍，这也是可以讲的是放下，但是他放下只是你不抓，舍有些时候还有那个给出去的那个意思，但是我们要舍呢，在我们那个巴利文里面呢，其实有这个 Upekkha 呢，它有好多意思的，比如说舍觉知啊，舍觉知是心如如不动那个状态，不一定是放下，它如如不动就是舍啊，如如不动就是舍，它不是那种我要放下，放下有一点还是哦，我要把它这个东西，我抓着的，我本来是抓着的，我放才叫做放下。但是舍是你如如不动都是叫做舍，明白吗？有一点差别啊，这样有一点差别。所以放下指的是我抓的东西，贪，那我放 ，let go， 抓放啊，这个是放下。但是舍是我根本就不去抓它，这样。好，无论如何哦，那我们平平常常，你不需要这么难的，你就是平常，然后平常，这个烦恼就慢慢就清淡掉，只要我们发挥出我们平常的力量，然后呢，好好的正精进，已经是最好的了，再好就没有了。但是现在我看到可惜的一点是，弟子之中其实很多很多的。基本上大多数都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潜质发挥出来。师父能帮你吗？能吗？是可能啦，但是你要愿意，对吧？所以师父逼你是有福啊。那我怎么逼？现在怎么逼学生？稍微严一点，交代多一点，直一点，那要跑了。就这样了哈。也希望大家好好的。用功，让我们发一回向，好吧？一当咪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呼图，一当咪本央尼巴那萨巴加耶呼图，
Mama punya bagang sabah satanang bajemi de sabi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du sadu sadu sadu